我知道啊，哎，为什么好像我不知道啊？我感觉你一直把我当新手哎。是你只是在炫耀你懂很多。一二三四，怀念以前玩原味，拜托，我多早以前在玩原味了啊？啊，回去拿吃的。等一下有人迷我。
不是啊，你要不要去查一下我以前玩的生存方式啊？你讲这些，谁没应该说什么谁没做过还是什么的吧？我切丝机没带回来啊，好吧。干干，然后地狱石放进来，还有啥？石头。考完了，恭喜啊！考得好吗？啊，我先挂着了，我去洗一下脸，站立一下哈。在上班没认真看，我在上班。我当时玩生存是几年前了啊，三年前的事情了，好吗？你三年前来上班了、喔？大四几乎不用去上课就去找工作了，三四年前哇，你其实也不小哎、欸。
哦，还有那个啊，新大陆啊，就菜渣那个精华里面啊，其实有很多设施他也没有拍进去，像史莱姆，然后那个什么海底遗迹都没有拍进去。啊，那石头，暂时先用石头好了。做的五点，今天首播是开着直播还是看？应该一样是开台看直播，看首播吧。我觉得很好笑哎，开台跟你们分享我当时怎么剪的，还是怎样的也可以啊。我切石机怎么会没带啊？然后放假稍微回去以前的伺服器看看。还会去工作室吗？现在因为跟我们讲啊，胡子也不住在工作室了，然后鱼竿有自己的房间嘛，那菜渣又去游学，所以其实工作室除非有活动才会去吧，而且因为现在我不住台，我本来就不在台中啊，很多他们的活动我都完全不知道啊，就像那个什么日麻大赛吧，日麻大赛我也完全没有，因为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我都没参加，那个都没去参加，然后也没有通知说什么他们有办日麻大赛啊这样子，对啊，感觉就是。比较没有交集啊，但是还是有联络啦，就只是想说如果他们哪天有活动讲一下，问说有没有时间排时间出来，还是会去啊，现在就是主要靠边啊。昨天有讲啊，就是可能之后就是都轻松生存，都轻松生存都是用首播的方式，其他就可能就放影片而已啊。我的切石机嘞，你有看到吗？应该是在这儿啊。在这 ，OK。
哦，还有包括那种枯弓走在半砖上面都特别快。缓缓。上局的轻松生存防御的部分要小心处理。最近红色学校发疯，哈哈。上一集的防御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轻松生存有讲到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再小心上标题什么的。为什么红色学校要用那个啊？我靠！哦，烦死了！解课隔离之类的哦，对啊，解课隔离没有吧？有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是精华部分还是记录档的部分啊？我没印象耶。快三叉了，我已经三叉了呢。什么叫都快三叉？是你已经三叉，然后后面是未知数，是不是？很小，那你好像跟我差不多大哎。你如果四年，你说四年前你大四，那你也才二八二九而已啊，那你还是小很多呢。
有接触之后会黄标。啊，他们是标题被黄标还是内容被黄标啊？因为我的里面很少有提到吧，就好像只有泱泱吧。啊，我今天可能会有提到，今天是因为提到隔离两个字而已。今天因为团团的狂咳嗽，清痰呐、啊，清痰方式的咳嗽，那咳咳咳那种而已。我觉得我，天哪、啊，这个碉堡可以补一整个礼拜。会烫了，没有，某些牲畜过几天后就不会被笑了，不过撤销的都是少数。内容有就黄标，我今提到隔离就会被黄标吗？天啊！哦，你是前天之前的是泱泱那个吧？从香港回来，然后说什么坐救护车那个事情而已啊。盖的雪地一样好看。
你为什么都要加个030啊？看得很讨厌哎。讲真的啊，就很像一个在嬉皮笑脸的，懂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啊。你看了累，那也是拜托。我当时跟鱼竿、胡子他们玩，我那时候的碉堡还更大嘞。我那时候一个人自己把那个碉堡都补好，他们就一直在挂自动钓鱼机。聊天室会卡住，应该是别人打字你没显示而已啦。因为在我这里，你们打字不会被吃留言，可是就是你们有时候在讲话，别人看不到你们讲话这样子。这个 FB 一直在处理，可是弄很久了。就弄不太好，因为其他人去回报都是一样的问题，所以有时候不是你应该是看，你应该是觉得我在自言自语吧，然后就是没看到别人在打讲话啊，怎么我在跟谁对话这样子，不是你的问题哟。哎、欸，我还切死鸡嘞，怎么不见了？你说吃留言哦？有，我有注意到哎、欸。真的最近比较严重，说因为我自言自语嘛，就是我在双开这样子。其实不用补到这边呢、欸，因为都在那边移动，这边白铺了。哪天再去楼上破坏机岩，那把烽火台搬过来这边，然后用跑速力量回血，这样子再刷凋零骷髅，太累了。
地狱之心是素材吗？烽火台看到基岩也能发动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烽火台你头上就是一定要照得到太阳。哪里呀、啊？生气了、哦？他不能这样射一发就跑掉啊！贱呢、欸。基岩和屏障以外辐射完整方块包含什么？你说我吗？我记得不行啊，多人测试。我记得真的不行啊，基岩嘞。哎、欸，拿不出基岩吗？都打错字了。基，哎、欸，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耶！阿总以前不行，好、哦，我的天，那这样子好办嘞！我总记得以前不行，以前要打通啊，改那么多、哦。地狱要怎么发动？除了陷阱，就挖通基岩啊，不然怎么会有人想挖基岩？没有啊。